本身它就是奇迹，同时他们还用事实证明了欧洲人、西方人所具有的花样滑冰优秀的表演天赋，东方人同样具有。在本次比赛中，他们两段深情委婉的节目为我们南京乃至全国观众留下了难忘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共同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这一段我的路。The first time skater and the gold medalist of Paris skating, please join my distinguished friend, Hong Guojiao, representing China.好，下面出场就是在中国杯的比赛当中获得双人滑冠军的世界名将中国选手申雪赵宏博。的生日，这一块双人滑的金牌将成为申雪生日最好的礼物。从2003年的中国杯开始到今年
申雪已经从中国杯上为自己准备了三次的生日礼物，三块金牌。